伊嘛甲讲，嘛毋知要咧甲伊啦。啊，即个死咧甲讲做外面伊，哦，原组长我甲报伊迄落气球吼，啊，去教啥物会死伊啦？食食诶，腹肚有法消化，有法人发好个。我伊爱较食个个个，啊，优先做。即卖会教哪里吼？你若优先讲我咧做起了后，我爱来互人爱来救人啊，我爱来做即个个参考啊。诶，真正咧，人伊安尼传啊，伊两担钱来参考。诶，伊年多多赚一倍啊。你查即个笑话内底，哪伊拄好来请教硕士吴金刚，安尼等于是毋是？即世人若讲到遐尔袂来，人伊安尼来咧，哦，有求着着去硕士请教，哦，啊，无爱迄阵仔咧要出国以前有去，哦，啊，杨先生佮你问伊有偌济咧，讲我袂来，啊，妈妈长期是有甲化妆呢，啊，不开，开安尼看起安尼，粉红色嘛，吼，安尼。死比赚钱较好看，哦，即若去看到钱钱长期拢知，诶，变哪像我师傅了，哪像我胭脂，迄毋是我胭脂，是伊本来百岁以后，伊非常诶安然自在，所流露出来即种祥和之气，啊，伊是无求道咧，人讲较歹看死人，迄一空一叶做一空吼，无怪讲死人无人敢去甲承认，我着惊咧。啊！你若讲咱要重新转去，哇，倒去安怎做咧？咱袂感觉。那么为什么偏偏一种死有两种的无共款？咱倒去前面，安尼够有限？安尼有限呐？有求道甲无求道，听伊讲的，你有求道，只要你买几道牌面，咱放下念头了后，拢是下不如生，动不天生，这是咱修道上解脱的印证，就是。但是老师讲，毋茫到阴阳两界时阵，你敢发现讲啊，有道理啊，无虚多，有道理啊，相反，因为咱人啊阴，咱人啊阴阳两隔，当下你才看迄个世界会对嘛？哦，看迄个世界会对，你搁回头到我度，无法度嘛？哦，所以讲咧，毋茫伫迄个时阵才明白，这是老师讲讲，哦，所以讲咧。伊咱就是一个苦，啊，咱要离苦，得到唯一一条路就是修道。那么咧，生死时代爱小心雕塑，那伊五祖咧，甲伊个弟子讲：逆境之有福田，不求出离心事苦海，诸生若别福而可避。因为为人无了解咧，会拜拜就是咧求平安咧，就是咧求好嘢咧。啊，若求到有吼。我即世人嘛，毋免做工做到过年吼，嘛来做头家，吼安尼。但是了，咱无理求家求求的嘛是做到退休啦，所以讲吼，若求得有，大家咧头家啊，啥物叫用钱，所以讲咧，伫这个所在，啊，世间钱世间有，不在世间钱无落去。所以古早讲世事，输败因是先甲，讲咱人的灵性，毋是先富。辛苦吼，你有修道嘛是爱死，但是你的灵性不顺，要安怎互伊袂修道的？所以修行是为了你点定，你如何以后会达本圆满，得得去归你的归。那本来就是苦啦，等于归苦尔，毋是去做好，因为你本来就苦啦。所以讲呢，伫这个所在，你唔能想讲，我做作